用过老，天气渐渐在变哦。我这个老骨头啊，那渐渐在低调低哦。人讲哦，人老都未糊涂哦，确实是真无效哦。老身可惜，变一个翁婿是第四。老身生有两个囝儿。查某囝叫做孟氏，后生叫做福气。老身正名叫做红目珠啊，好名人拢叫我嫁好珠啊。啊，我嫁迄个老王的名哦，人拢叫伊拜卡珠啊。老身在自细就住伫个这个基啊的望人庄，其实啊，讲望人庄哦，袂歹哦。我甲恁讲，阮王兰庄哦，有出真侪水水的金锁果，佮有真侪软软的米仔果，透早拢通互恁食到拄下昏哦，三顿啊，佮通啊食饭过烂软哦，袂歹啦，无骗恁啦。老身哦，今仔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来甲阮老的参详。等一头都破天关啊！啊，阮老伙仔困到即摆还袂翻身，搁袂冰冰，啊，无来讲好提袂使。老的啊，阿叔啊，天光啊啦，日头晒脚腿啊啦，好起来啊啦！来啦来啦，阮这个老查某，七早八早就伫戏院叫，唔知伫戏院啥？无啊，你呾亲像平湖菜粿，阮十念嘞。我十念，你十念，你十一念嘞。啊，无你呾是有啥物代？卖钱卖钱。啊。遮紧来，遮紧来，大钱卖硬钱，遮济我有迄个甲你讲。好，来。来。老的啊。哎。啊，你呾安尼有甲算看卖啊？咱两个安尼呾斗就是几岁啊？几岁？嘿。嘿，甲关老师白一回讲。关老师是几岁？83。83。我83，你嘛83。好，啊，恁老起来几岁？阮大概200岁无。200岁。对哦。较低啦，要坐安尼。好啊，姐。啊，你未晓算啦，你捌算捌字啦，我甲你讲，你83，啊，我84才对啊，我84，你未记咱某大姊金高义啊？嘿，啊，我算互你听，83。到八十四，安尼斗起来吼，300多岁才对啦。200多啊！好啊，啊，你这吼十天咯，吼，恁走人去法度倒啦。讲要互我法度倒，啊，老的你对啦，听我嘴大富贵啦，啊，讲我即摆吼，甲讲阮老的，甲讲要互我去处理哦，我代志就好办咯。我要来叫我阿囝到趁早。阿福气啊，福气，来喽。阿娘，阿娘，老早。你今日甲食到遮尔水，敢若像要阿嬷斗食青草，嘿，佫袂歹哦，甲一条内裙带佫同我七比赛哦。这样新的嘞，新的哦。阿娘，你叫我有啥物代志？我甲你讲，我甲你阿爹两个参相好啊啦吼，讲咱参与做遮济啊，伊阿爹甲阿娘斗就300多岁嘞。300多啊！食老都袂破刀哦，我今就甲你动下手嘿。阿你哦。叫你透早紧去，去城内啊，去买一些老材嘛好，灯光嘛好，吼，买转来甲你斗三工。啊，恁要买什么款？安尼哦，迄落安尼哦，戆兔安尼哦，无代志做，规日啊在街仔路胡啰嗦的啊，啊，你甲看，较调皮嘞，较好看家的。我阿娘讲叫我来城内买一个灯光，要来甲我斗做。今仔日我阿娘讲，哦，今仔底豆油哦，无底看，啊，电话免讲，我著紧来去。啊！哦，啊，今日啥遮闹热？哦，安尼，遮济人，啊，搁遮欢喜。啊，
还佫无像一个安尼啊交代，迄戆嘴戆嘴，迄种长工通买呢？嘿，我看破吼，来着换位，来换位者。哦，哇，来到这只，哦，啊，这闹热，哦，啊，鸡仔都满满是，哦，啊，转人呢？啊，我等下紧，紧来找，详细甲找看，啊嘛，甲详细来甲找看卖。啊，甲我小心心呢，咱阿娘交代的哦，啊，真好，我着搁翻看来甲我看卖者。哦，啊。哦，看我那娘讲的，无共面子，无共面子。哎，那个，哎，你也看到那个要上这师傅，偏爱这个物件呀？哎，我真喜欢这个物件。安尼呀？哎，安尼，无你就靠上这哦。好，好，好。这人家看起来跟生下来款，无无咩关联哦。从个囝底个囝人，我把当作是真人。哦，啊，即嘛即些生意我把稳做了，我把即嘛我着放面子来，肯定。哎，兄弟啊！哎，啊，你爱看详细哦。哦，我看真详细，真详细哦。哎，安尼啊。你这唔了要卖偌济哦？这一个吼，你爱十两银嘞。十两银哦。嘿嘿。啊，我今仔日足福气，无怪我名拢无足福气。一个长工后，你卖十两银，我看这哦，像你讲的，六两鸡，八两头，你照看卖，这叫做大头鸡，戆戆。我今仔改定条条的嘛，不爱跟你讲。好，好，咱今仔有要爱爱，爱爱给包起来无？免免免，免包起来，免包起来，你做。十两银。哦，这头鸡公要甲我包起来，把你来来来这甲我吊包，我今仔日拢拢去啊，下我阿汤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阿公你来看事哦。哦哦，阿弟看事哦。好，我抓走，抓转来。我要看事哦。哎喂，哎，安人呢？哎，啊，无对啦，哎，哎。啊你唔做，今仔日三分钟日子，啊你安尼假创的，对甲安尼，你对甲，哦，你惊着，爸，啊他都转来到厝，一路转来到厝的，阿嘛未使，啊就爱紧带来转工房间休困者，等下出来哦，再来甲我那名哦，会当互伊欢喜者。阿弟啊。阿娘，福气会转来啊！福气转来哦！嘿嘿，阿你当，当在你打？登岗哦！嘿嘿，我甲带你登岗房休困啦。你登岗房休困？嘿嘿。哦，阿你当今日一日真累嘛，阿去分配先说，你也爱去休困啦吼。好好好，阿你就起来看卖者。好。老的呀，咱若囝翻长江边转来啊，啊，你当着紧去看卖一下，看有介意无吼？好好，阮这大姑囝拢毋捌出门啊，啊，今仔去买长江，毋知买啥物款，我来甲看下。哎，无看哟。哎，我伫遮。哎，嘿，无想呢，叫买长江，买一个阮较少年，吼，啊，搁较有力嘞。要头吼，三四个破病，啊，要头可能拢来做长工，啊啊，真啊买着嘛袂换哩啊，我真个偏转，买着，咱讲买着长工较少年人来偏转过，阮买着，三四个破病，啊你，我搁老秃头，老秃头，是啊，不然哪有可能呢？我怀了，我做老老拄好啦。啊！我著叫伊买大姑仔，搁养性命，伊欲再去买一个三星宝贝，搁交叫转来，无可能。你去看啦。嘿，就是安尼，叫你去叫还是？不，我无进来看卖，来比赛。哎呦，害我惊一跳。哦，先来真解了。明明我著叫伊去买大姑仔的长工，伊呢去家买一个老丈婆转来。啊，袂得咯！看一个真，某囝伊又搁当过身，翁嘛钱搁爱到神，啊，到底三无人，我做目睭嘛毋捌看到遮歹人。哎呦，我老真咯，可惜哦，生到这落戆囝，生到变死哦。啊，到底三无，到底三无倒？唉，到遮来啊，阿弥陀佛，拄着啊！鬼气啊！甲老天来做老干啊！好嘛好，老的啊！哎，啊你目睭是去高油啦啦？是安怎？明明都老无，你来看老罗啦！哦，
那恁爸仔囝哦，拢同款啦，球搁添，腰背兼十面，腰哦往内去啊，做向盘去啦，买买你不三不四倒来。爹娘叫我是要吵啥呢？阿公是啊，我甲你讲，安尼倒来啦，恁当然要看看嘛。哎，嘿，哎，哎，哦，我那兄宝，又我那兄老来不管，搁买一个查某。秀袂到咧，哼、啊！愈看愈欢喜，赶紧来来甲阿娘讲，阿爹阿娘，阿兄是买一个查某囡仔要好过啦。查某囡仔，哪会查某囡？查甫啦，查某囡仔啦。查某啦，一到第天过七十二变过。阿公养查某囡仔啦。查某啊，阿姐你转来哦。哎呀，叔，阿公爹你好。啊，我拄啊吼，专工伫台北转来吼，啊，你路头阿兄吼，都听到咱一家伙安尼哇哇叫，啊，无啥物意思安尼。啊，阿叔啊，哟，安怎？我无讲你唔知哦。哦，你讲啊，我讲只你讲，嘛唔是我伫爱讲啦。哟，安怎？今日阿叔阿福去个，讲去买路仔啊，结果家里一个老婆转来，买只老罗转来，买一个查某，伊阿唔多，一概买四个款哦。我可怜啦，万一你到头送去你家。对啊，你那种大个，做一下好心的，别惊，你别万多爱玩咯，好有人，哦，不要不要，哎，不是，哦，这样，哎，阿叔，阿叔，无我你讲哦，哎，这就是惊啦，惊，对啦，哪位啊，啊，啥都惊，我嘛唔知，到今年啦，你甲看，这电工狗哦，电机仔机仔换石头啦。这方面的天才，可能就是阮以前伫住伫乡下，因为我结婚的时阵，都是无，拢住伫乡下，啊，住伫乡下，阮迄店嘛，阮即开店嘛，开拖人经啊，啊，四方八达拢庄稼人，那冬天要落拢忙地过了后，以前的人啦。那割稻啊，那剁蚕刷啦，当尾时天的时阵，因就无聊啊，无聊就是会来点啊头坐，啊，就来讲迄有诶无诶故事啦，拢讲起来古早遐，啊，咱伫诶遐诶时就是哦，耳濡目染啊，听久，就会晓，自然就遐遐话遐俚语就拢去互咱学着啊，拢会晓啊，啊，就是讲安尼，啊，尾下我就是，那有搁无伫遐搁。忘掉嘛，真侪忘掉啊！啊，若无定定去想到的时候，我就紧甲写起来。想到的时候，就紧甲写起来。迄阵啊，就是有想要做这个节目，做这个阮佛堂，这个一年一度爱演一个话剧啦，吼！无论话剧啦、土风舞啦，是讲故事，还是讲专题演讲，拢一定爱有一个起来讲安尼。啊，真侪伫咱这宜兰的，有些都出来，都拢要推荐我出来。啊，你都。无节目咧，到尾也嘛无节目的时阵，才想讲啊好啊，来演话剧，因为人有看人别人演话剧袂歹，别个做中部迄阵啊有人起来，迄一年拢一摆，拢所有个拢我来跟你像去比赛共款啊咧，哎、欸，看因滴演话剧演了袂歹，无咱嘛来甲演一遍看，第一遍就是演王兰珍，吼、哦，就叫做真济，迄掌声就对啊咧，掌声就跟演了袂歹啊咧。啊，尾啊，就愈来愈有，愈来就愈有兴趣，好好，我就紧过来编，过来想古早遐俚语，我来想安尼，哦，啊，就甲写起来，就写起来，啊，才想讲，今晚我要来演搭一支片安尼，要演搭一个安尼吼，啊，才尾啊，第二个就是演阿嬷的古早歌，阿嬷的古早歌就念个童谣啊。哦，童谣就是迄落，鞋啊裙啊呀，田啊头溜饼哦，就是演迄片，啊，佫有迄落鸟鼠啊歌，牵牛牵马去上山，哦，迄伫个即个阿嬷的古早歌内底就拢有安尼啦，拢有迄个时阵啊，伫阮脑海内即个歌，就即个，即个无留起来吼，嘛是会无去，啊，我或者想，即个爱甲留起来。啊，就当演一支片，安尼啊，怎好甲即个做起来安尼？水古南山里，都会想到即句话先。但是你若无记下起，会够，难免就够袂记哩。啊，你伫有些日常生活当中去讲的时阵，啊，我有即句话，我就紧甲写起来。一二三四，我一群写几百条的就对啊，紧甲写起来第一。